散，喝一罐多啊？啊，不散，那如果停了啥都我讲，我讲。过来又给你送水的去。来，今天给我妈去挖春笋的。不要下来。不要下来，给我接着快，过来。哎，待呀，待会儿，待会儿，待会儿。你要这个油吗？油。下去。放在车上。你怎么还？你妈说你还要杀杀鸡吗？你可以搁那，你还要杀，你还要拿过过你自己？杀鸡吗？杀不起啊！那你把它放那边。杀好的呢。多少钱吧？呀！我婶子发现了一个春笋，我就把它挖起来。对吧？啊？三遍呢？我婶子在自己的山上砍了个大树啊，不然会影响山树的成长。把它挖起来，这种笋很嫩的，我们这边叫黄牙笋，它从头到脚都是嫩的。这种笋外皮带点黄，跟我妈砍的那个春笋外壳不一样。把都要外皮的哈，行的哈。要我要外皮的。我晚上可不是给你睡觉的，你走开。啊？加豆哈，很热了，它不走。你先走开，我挖井的水，我挖坑给你去打。走开！哎呀，走开你！走吧。很深的、啊、这里面，这种水要全部挖起来，底下的更好吃。打得很深呐、啊。要挖半天，这块山是我婶子家的，我婶子隔壁就是我家的，我在隔壁就是我大伯家的。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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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了。哎，这个行的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咦，那我这换的着。我是剑拿的。哪个？我是剑拿的。十吧。到了到了到了。呀呀呀呀！还没挖到里边，你在里边呢？那边，你吗？哎，终于挖起来了，哦，完美。这种笋呢，底部好吃一点，比这边好吃一点。哎，这跟我妈砍的春笋呢是不一样的，这两种外壳不一样。这种笋带点黄，这个笋炖汤炖肉非常好吃，甜甜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俺们天毛毛的，我跳，哎我我去的。我姐在做饭了，人家要吃饭了。